今年的七夕情人节怎么过呢？歌仔戏界最帅气的小生陈雅兰，她将再度和天王杨丽花合作，七月底连续四天推出舞台大戏《牛郎织女》。传统戏曲玩出新意，歌仔戏《牛郎织女》搬上舞台，除了唱腔与剧本翻新之外，动作也变得更华丽，吊钢丝模拟鹊桥相会，还有动画与投影等多媒体科技。所以我们的新把戏的仲泽大人呢，就叫在我的右手边啊，右手边。虽然已经成功跨足戏剧、综艺与主持界，帅气小生陈雅兰仍然钟情最爱的歌仔戏，创团第三年推出首部舞台大作，将担任制作人，恩师杨丽花更全力相挺，出任总导演以及艺术总监，师徒之情深厚。春和剧团团长郎祖云也将跨刀导演，重新改写这出脍炙人口的七戏传说。他绝对不是演织女哈、来变的。是，但是我没有关系。虽然这一辈子啊，演出这一出呢，没有演到织女，我还有下一出。牛郎织女也将为台湾兵器部王彩华量身定做角色，黄金班底让人期待，而且推出时间就在七夕情人节，天上人间，谱写浪漫传说更应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